30周年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为了分享这份喜悦，包含了我们台铁还有维丰台铁车站呢，不管是在美食展或者是各项优惠呢，举办了一连串的这个庆祝活动，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国内外的旅客还有我们现场的民众呢，可以跟我们台铁一起同欢哦。那现在我们今天呢，大家也都看到，在我们现场有这么大的一个红色的布幕呢，其实就是铁道三一的彩绘呢，将在稍后呢要隆重介绍给大家哦。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3号，礼拜天，总共有23天的时间呢，我们要邀请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还有我们旅客一起到我们台北车站呢来拍照打卡。那非但如此，我们在今天呢有一个时间限定的独家活动哦。待会如果有空的旅客呢，可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稍后我们只要在我们的铁道三一彩绘呢拍照打卡。重点第二个步骤呢，要让各位的这个打卡的地点呢，将它设为是在维丰台铁车站。再来呢，第三个步骤就是让各位把设定为公开，上传到各位的 Facebook。做了这三个步骤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旁边。我们今天又准备了台铁130周年限量的笔记本要送给各位，我只有少少的30份哦。所以稍后呢，各位旅客如果要跟我们一起同欢的话，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了。在我们现场也来了几位长官，想说跟各位旅客也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我们台铁货运服务总所的总经理陈淑慧陈总，帮我们挥挥手 ，Hello。好，再来是我们的台北车站的站长黄荣华黄站长，还有代表我们维丰台北车站的曾启庭曾副理。同时呢，一开始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台铁货运服务总所的总经理陈淑慧陈总经理来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艺术的呈现。
这个呈现里面其实也包括像我们刚刚两位小提琴的一个演奏，音乐乐音带到车站，而艺术创作带到车站，也是我们想要努力的。其实从130年的台铁跟过去的台铁，我们的延续就是延续我们最好的服务给大家，延续更多元的服务给大家。所以呢，我们真的希望大家来车站不是只是搭车买车票，我们希望跟朋友聚会，另外呢来看看一些艺术的展览。所以在这个部分底下，我们会期待我们能够提供更多元的风貌。我们欢迎大家，这一个作品呢，它基本上时间限定，从今天开始到8月13号。所以麻烦在各位好朋友抽空来台铁，而且不要只到 B1 去转车，一定要到中庭来看看，它真的很不一样。谢谢大家。我们谢谢陈总，我们的其实啊，我刚刚其实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昨天啊，其实就有看到这一个待会要揭幕的这个 3D 彩绘哦。待会揭幕之后，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一段期间呢，一定可以成为网络上非常夯的打卡拍照的一个新地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同样我们要邀请到我们陈总以及我们的黄站长，还有我们曾启明、曾副理呢，我们要准备正式的把3D彩绘揭幕哦。我们要邀请我们所有的旅客跟我们一起倒数。那待会我讲到3、2、1的时候呢，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一个3D彩绘正式介绍给大家咯。长官准备好了哦？好，3、2、1请揭幕。拍嘛。
会。